那么陈进呢，开始，他是以美人画，闻名。他在参加早期参加地展，入选地展的作品，大概都可以称为是美人画。那么所谓美人画，他画的就是台湾呢的美人。他的台湾美人啊，基本上都是大家闺秀了，有人说就是所谓上层社会的一个女性，充满了一种典雅优美的一种气质。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陈进那个年代1930年代的美人画，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所谓一般人对台湾女性的一种观点、观看，的一种观点，或者说对台湾女性这个身份，的一种认定。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女性就应该是温柔婉约，娴熟端庄那样的一个形象，这也是社会所认定的。那么陈进呢，在画这些美人画的时候，基本上他可能以他的姐妹作为一个模特儿来描绘。那通常呢，姿态都经过特别的安排，那么特别的那种娴熟端庄，那也就是传统对于妇女所谓妇德，这个要求，就一定要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一定是在一个非常摆设的非常雅致的一个空间里面出现，那通常呢，他会坐在一个有螺垫的一个椅子上，就是椅子上面有一些贝壳装饰的这种椅子。那这样的一个装饰啊，这样的椅子啊，在一般家庭里面是很少的，只有在一个比较大户人家啊，比较有钱的人家里面呢，他才可能呈现。那么他所画的女性啊，譬如说我们了解的所谓化妆，他曾经入选地展的那个1936年画的化妆，像那个作品里面呢，那女性的这种姿态，所的姿态，或是发型，或是服饰，事实上都特别讲究。那目的呢，当然就是表现对女性的一般观感，也是一般对女性的一个期许。所以她的美人画呈现出来的事实上是一种被大众认可的一个美人，绝对不是今天呢很个人化的对女性的一种观感，是不太一样的。再来我们看香兰这一张画，她画于1968年，以她早期画于1930年代的画，事实上已经相差将近40年。那陈进呢，已经从一个小女生变成一个大女生，这个时候她61岁了嘛，所以我想她对于这个女性这样的观点呢，应该是有一些改变。那么这个画中的女孩子啊，她穿的是一个旗袍，她坐的也非常的端正，她的人物的比例在画面的比例就多了，不像早期呢，人物在画面里面在空间里面呢，人物是比较小的。那么早期的人物的描绘啊，动作会很细腻，比如说手的姿态，比如说眼神，各方面的描绘都会更细腻。可是这一张画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对于画人物啊，他已经慢慢把它典型化了。所谓典型化，就是刻意忽略一些细节，然后去表现一种比较典型的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她从一个小女生的心情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几乎要为人婆婆的那种比较有自信比较自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香兰呢，正好表现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在对于女性对于美人这样的思维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张画呢就显得就比较大方，比较单纯，没有更多细节。虽然呢典雅还在，可是那种这个整个画整个人物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自信啊，就更加的充分啊。这个也是这张画给我们最大的一种感受。陈庆早期的美人画对细节的掌握显然更加的在意。好，那么从刚刚提到的对于姿态、对于空间的一种里面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他都会一一的去把握。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啊，他把那一些忽略掉之后，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体感啊，显现的是一种比较雍容大方啊的一个理性气质。